先欢迎我们的徐世勋徐议员莅临现场参加。那问答时间，我们因为目前登记发言的民众有17位，那我们统一是采5个，先统一发言完了之后，由市府这边做相关的回应。那一个人的发言时间是3分钟，我们在3分钟到的时候会按铃提醒大家。那为了把握，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可以把自己想话讲的话都讲完，让大家都可以讲得到，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把握这个3分钟的时间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后续还有大家如果还想要发言的话，我们会有2位递麦克风的同事，然后大家可以再跟他们登记发言。那以下是先从第一位陈碧霞小姐开始，那待会第二位是罗吉莲先生。请问陈小姐。